哎，关不了，你想咋花咋花，想咋买咋买，我也不跟你说这些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娜。我给这叫小孩买了个新年礼物，这里头是几只3D 打印笔，连俺念叨了好几天，今儿个终于到了。说实话，我也没有玩过这东西，今儿个了开箱试试看。这个样子是啥东西啊？我也没玩过。这是一共买了5只，他说一只，这一只是给气的。这个东西我也是第一次问，我买了3只蓝色，2只红色。那但是看盒子，我刚才看了半天也分不出来哪个是蓝色，哪个是红色。这不是做广告的啊，你我搞得像一个批发商一样。给我拆开看看，这个应该就是耗材。有没有玩过的朋友？哎，这里头还有耗材。嗯，哇塞，飞的，飞哪儿了呀？你们这都啥玩意嘞？杯呀，这就跟那大火腿肠了。这一只杯子100不得，140。哎，管不了，你想咋花咋花，想咋买咋买，我也不跟你说这些。我看见了我都生气。咋了呀妈？搁住了我，这咋还生气了？钱啊，保住我给了，我不在意你啊，特别弄那钱瞎胡花啊。哎，给小孩买个这买个那，有了钱花到那正道上啊。你不攒个钱，你咋弄啊？来给恁的小孩买房子的，娶媳妇的，哎呀，你办事的，得钱多着的。你这啥？你给恁的小孩就那么大个房子给他娶个媳妇，人愿不愿？那我在那过年的那小孩都要着呢，我不给他买哦，就是的。要的你都给他买那乱七八糟的东西哦，他养个老天爷，你看他给他够下来的。也不说不叫你给他买，买个那差不多的都妥了，一只杯140，5只杯，你算算600-700。中，下回不买了。下回不买了，你得给小孩操心攒个钱呢，着了没有？中，攒钱。那在那在用着钱的时候啊，我跟你说了吗？有你笑的时候。皮，你笑啥呢？因为买这只笔被俺妈好好的批了一顿，我现在更得好好的操一操他，万一不值了不是？我白挨这一顿批了，花这么贵的价钱还得挨一顿抽。先好好研究研究他这个说明书。这是这里边附带的画册，给这一张啥本啊？我也搞不明白了。一会儿就根据他这张的画，然后做一个立体画。大概不到40秒吧，写的40秒会变绿灯，这个不到40秒的已经显示绿灯了，红灯变绿灯，显示都可以用了。根据提示插入耗材都可以用了。这个怎么这样？这个体验感有点差呀。我现在换了一种颜色，原来是用的紫色，现在换成一个黄色。然后这个按一项可以暂停或者说变速，按2项是退出耗材。这个有点玩着有点费劲。现在是给了这张纸上，磨砂纸上，我现在看能不能拿下来。哎呦！这个是怨我画的了，我没有让它画在一块儿。这个就这个样子，这个腿掉了。为啥？这是因为我画的不好。嗯，还是可以玩的。玩这个比玩手机要强，可以玩的。但是我感觉这个价格不值，毕竟100多嘞，不值。哎，慎入，小孩喜欢的就没法玩了。